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为啥换这车》。我现在是在北京车展的云度站台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辆云度派7。主要说两点：第一点，这辆车搭载了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；第二点，最大综合续航超过了400公里。至于其他关于价格和内饰的消息，官方都还没有公布，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更多新能源车型。欢迎您关注《为啥换这车》。